哎呦，我现在迷你打人还真没什么优势啊，感觉。唉，伤害太低了，怎么说呢？伤害又不太低敢了。跟双狙对枪，其实枪很好玩的，超稳的，就是伤害真的低，跟人家打不过啊。不过你打人家还行，对枪就不行了。你只能偷偷摸摸的打人家，还得打那个三四枪，才能把对呀，伤人害家太打低死，了。有什么用呢？